多謝主席，多謝司長的回覆，很清晰，但是始終都是講不服今次這麼大的變動。而事實上呢，最大的遺憾呢，就是沒有做諮詢。因為事實上很多澳門社團在五一和其他的公眾的假期呢，他們都有搞遊行示威啊各方面，那為何不聽取他的意見呢？為何這麼大的變動和這麼不便將來而不要去做這個工作呢？這個我亦都很好奇。咁另外一方面咧，都係啱先議員都有講啊，歐錦星議員都有講到關於治安警察局嘅將來，究竟咧對於將來使用者，即係所謂澳門市民或者啲團體，佢哋係關鍵性嘅人士嚟嘅，因為佢哋先至會發起動嗰個所謂通知民政總署，我哋要用呢個地方。咁點解喺呢一方面咧？要做咁大嘅變化，尤其是而家嚟講呢個法案，啱先司長都講到，將來嘅市政機構仍然都係去行使呢個權限嚟去批同埋去審議呢啲咁樣嘅邀請，呢啲要求使用呢啲地方嘅，即係我會覺得咧，即係呢個變化咧。在個法案理由陳述咧，係冇講到出嚟。如果你話俾我哋聽，將來治安警察局係唔會問啊，將來嘅市政機構，咁呢個還可以接受喎。即係治安警察局自己所有啲公共地方都係由佢自己去處理啦。總言之，係公共地方，我哋話是將嗰個市政機構嗰個權限，所有公共嘅地方撥曬去。治安警察局，咁而家唔係啊嘛，而家民政總署嘅名唔見咗，市政機構又未出嚟，咁將來啲澳門市民啲社團揾邊個咧？這個好似葡文有一句説話，就將嗰個車擺個馬嘅前邊嘅個道理一模一樣，應該係有一個充分嘅理由嚟去改變。頭先。開場白我都有講過，所謂澳門市民好多覺得，因為一般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權利咧，係同治安警察局做埋嘅刑事嘅行為咧有好大嘅分別嘅。咁而家你全部俾咗佢咧，好明顯咧係話俾我哋澳門人聽，嗱遊行示威咧就治安警察局啦，你同佢接觸，但係實際上喺佢背後咧。的而且確要問翻將來嘅市政機構呢一方面，呢幾個理由，尤其是諮詢個方面，希望嘅司長可以講多少少，唔該。